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。我本人呢是爱德蒙利的房地产经纪人，我姓鲁，鲁小聪。我在官媒科问教书，我在亚太管理专业。我叫邓晓峰，是爱森华人商会会长。我是 UA 材料工厂二年级的学生，我叫王光亚。我是大五的 UA 的 Chemical Engineering 毕业的，我叫陈永乐。我叫 Robin Mao， 我是那个 Alberta Chinese Lumina Association， 就是亚省家中同学会的主席。我叫 Vivian， 我现在呢是 BMO Edmonton Main Branch 的 Financial Service Manager。祝愿这个爱德蒙的华人呢，新年快乐。I wish all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happy new year. 祝诚挚的新年祝福送给所有爱城的华人，送给所有爱波达的华人，送给加拿大的华人。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！祝广大华人在我们加拿大生活的开心愉快。祝所有的华人的兄弟姐妹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。马到成功，来年大吉。团结一致，心想事情。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，然后呢万事如意。也希望呢在远隔重洋，在中国的这个亲朋好友，然后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的人呢，能够感受到我们在这生活的激情。大家好，这里是 CGSC， 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祝大家有钱买房，也有钱买车，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吃妈妈香。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湖南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在爱城更加有爱，祝大家一帆风顺，学业有成，祝大家梦想成真，万事如意。我祝大家学业事业一马成功。大家好，我叫 Richard， 祝大家龙马精神，马年吉祥，祝大家马到成功。大家好，祝大家龙马精神。大家好，祝大家马不停蹄的赚钱，马不停蹄的向前。祝大家恭喜发财，在新的一年里面行大运，身体健康。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步步高升，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五福临门，四季平安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新年快乐。Hello， 各位好，作为 WE 微电影的主创人员，我们在这里祝爱德蒙顿当地华人2014年日子越过越红火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大家早日脱团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学业顺利，早日找到工作。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祝大家马到功成。祝大家身体平安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集体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祝爱德蒙顿当地华人日子越过越红火，2015年一次一定一次过，一定一次过，好。